欢迎的是来自铁花村的村长。那我们其实铁花村的村长呢，除了要掌管我们铁花村呢，还要会能歌善舞。他除了主持呢，还要帮我们就是保护这个整个铁花村，像是如果有闹事的，或者是大大小小非常多的事物呢，都要村长都要非常的严格把关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村长有选了两首歌，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。第一首你要，好。那你们想听原曲吗？还是直接就听村长唱？好，先听。耶、yeah, ，有了。它实际上是来自冲绳的一首歌，一个，它是一个政治家，然后叫喜纳昌吉，他是一个反战的一个分子，啊，不是分子，他是反战的。他的理念就是说。乐器代替武器，然后呢，以花园代替战场，以祭典代替战争，就是非常。其实这首歌是为和平，就是和平活动的一个附加的这首歌。